苏兄。如霜和谢兄呢？哦，我先让他们上去休息了，我们送你回去吧。嗯，好。来，飞远，搭把手。好嘞。啊。怎么了，苏兄？这凳子把我粘住了。啊？这个凳子把我粘住了，你为什么粘住我？好了，苏兄，你喝醉了，送你回去好吗？裴兄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说。你有没有跟齐王喝过酒？算是有吧。太羡慕你了。苏大人，其实想见齐王一面也没有那么难。啊？真的，飞远，我跟你说，这次多亏你了。啊，飞远还小，谢谢。你还是折腾我吧。苏大人醉起来太可怕了。就先交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。问吧。二三四，哪一个是你？我在这儿呢，看清楚了吧？好了，送你回去。齐王他打仗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兵器？他喜欢喝什么酒？哎、我陪他喝。你这儿，你这边。这不是你房间，这就是我的房间。你房间在那边。你别扶我，我自己能走。行，那你走两步。走两步。哎，起来！你看，这回是你占我便宜的。我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肆意洒脱。不拘小节。是。我到了，房间到了。房间到了。哎呀，这房间怎么怪怪的？谁把我的房间东西动了？这房间怎么一直在晃？这房间没晃，是你在晃。我没晃。别晃！裴兄，你怎么一直在晃啊？我没晃，是你在晃。你喝多了。我没晃。来，我送你回去。喝多了。来。